场的小宝，各位嘉宾、嘉宾、菲律宾，各位男朋友、女朋友、老朋友、少朋友、小朋友和好朋友，早上好，中午好，不如晚上好，好什么好？好看魔幻达人，大家好，我是魔术师陈英俊，非常感谢大家几多来的对我的支持和厚爱。接下来我想为大家送上一份丰厚的礼物，这个礼物是什么呢？我想请现场一位朋友上台来接受这份礼物，是哪一位？哎呀，我还没请就冲上来了。你好、你喜欢看魔术吗？你激动吗？激动。紧张吗？不紧张。不紧张啊、你叫不紧张。嗯，不紧张。胆子大不大？大。好的，再回答我将问你两个问题。嗯，你回答不正确的时候，我将对你进行惩罚。回答对的时候，我将送你两张飞往美国纽约和美国拉斯维加斯的两张双飞机票，观看大型的魔术表演，好不好？好。问你两个问题，第一，身份证是几？一。这怎么是一嘞？这是手指头。好的，这是开动你的思维。身份证是几？一。请问这是什么？手指头。这怎么是手指头？这是天花板。好，这属于脑筋急转弯。好，再问你一个问题，请问树上有只小鸟，穿着防弹衣在跳舞，地上有个猎人，啪一枪，小鸟打死了，请问是为什么？吓死啊！吓死了！回答不正确，因为他跳的是脱衣舞。好，你的回答不正确，请接受我的惩罚。那么接着下来，大幕展开。大家看到了，它其实的全名叫做头痛治疗仪。头痛治疗仪，为大家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叫头痛治疗仪呢？就是因为当这个刀子轻轻落下的时候，你的头它永远不会痛了，你的脖子它也永远不会痛了，你的全身上下的疼痛它都不复存在了。那么接着下来，请出我的助理，拿着黄瓜来。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黄瓜，蛮甘甜的。那么我们用这黄瓜来试试这个刀子安全性。哎呀，看这个黄瓜，它不一定新鲜，但是我们的头一定是新鲜的。来，来。你看，这是一个洞，你能通过这个洞看到你的台下的亲友和朋友吗？能看到。啊？看到了。你看得着？嗯，看到了，在那里。好，看得不是很清楚，对吧？来，我给你加深点印象。来，把你头轻轻伸出去。伸出去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这只是魔术表演，千万不要紧张啊！头，把你的头，哎，伸出去，对，你看，这里看得更清楚了，对吧？其实你这是轻易可以逃脱的，对吧？非常安全。但是，大家记住一点，我是专业的魔术师，我绝对不会让他轻易的逃脱。好的，不要紧张，千万不要紧张啊！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啊！你看，道具非常的简单。当我们把锁上好之后，只有两种可能。第一种可能就是你架着这个头痛治疗仪直接回家。第二种可能就是当地面离你越来越近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直接打120叫救护车了。只有
就这两种可能。接下来我们闲话少叙，魔术正式开始。哇，一二三，这个刀将轻轻地落下。你们大家紧张吗？真的紧张吗？我都好紧张。我被吓了啊！一二三天前我表演这个魔术的时候，这个头不小心滚落到观众席上，我找了很久都没找着，非常失误。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出我的助理拉上一个桶子，这个桶子它你怎么搞的？怎么样，一点专业水准都没有。这是个普通的桶子，拿我们桶子放在这里，这样话了，这样的话这个头就比较容易找着了。大家千万不要紧张，千万不要紧张啊！跟着我一起倒数，三二一，天前。一天前的天气非常的晴朗，大家都可以出去郊游的，其实一点问题也没有，你千万不要紧张啊！我已经为你在这个中国平民保险公司入了1块钱的保险，千万不要紧张啊！好，我们接着正式开始了，一、二、三，掌声鼓励。来，好，请出我们这位勇敢的女士，非常感谢，掌声鼓励，表演成功，谢谢大家。